我的啦。阿明啊，你卖穿这么大个啦。老要紧，我要给你去考了。声音我大概摇起来差不多六七岁而已，差不多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这么当时去会发现了呢。啊，这个囡仔哦，竟然嘴了小白讲话，啊，但是去了了呢。啊，囡仔嘴，安尼讲，囡仔人会讲的话，囡仔会当相信的，对不？啊，囡仔讲白讲，啊，可能阿孙妈妈去外国偷听伊啊，啊，你来惊。啊，不会电视看你这台店，你叫人做国语，就想恁两人安尼嘛。哎呦，我头先也唔捌偷过听听，啊，怎么叫我听啊？啊，你无这，你就紧张呢？你紧张？啊，上我关啊，我就心爱的。啊，你若紧张无关系嘛。咱先讲，死人就袂讲话。啊，你小可，我甲失眠白求，你若找一个所在甲待起了后，啊，就亲近的，别人有来破坏咱的感情，啊，你想好无？对不？然后我两个人会去上上细细节做伙，啊，一日煮茶，嘛会去做伙相爱。啊，想不到嘞，啊，我这么巧着，啊，你怎会忘掉呢？死人是会讲话，大明哥，我小可啊，你真正是囡仔尔，啊，我想对安怎啊？对安怎？啊，死人我讲袂讲话，我准备咱两个人联合轻刀。我无情，该死你！别听我冤枉命，各位。讲对，虽然是囡仔来讲，但不是你囡仔上菜看吧？先我眼盯盯呢，这是什么好机会？好，我答应你，这样的代志会当家家平平，无人替咱传出去。那你台是谁？囡仔有甚物？啊对啊，啊天灾地灾，你灾我灾，伊灾我拢无人知影。你敢知我第一届杀的人呢？我嘛心内真艰苦，有你的陪伴，我的心情怎么不足？只要有你两个将来，我甘愿有你上多所的点。你来讲啊你？不要紧。那阮土庆呀，庆呀是你。啊你，今仔日呢？今仔日是要我叫我庆呀，叫我心爱的大心呢？唔通叫客人啊？对啦，叫大师咩啊？哎呦，勇气经历十倍了。好，那恁大师啊，咱就暗中伫咧进行，也毋过拄则甲进行到一半。哎，不要紧，时间还阁有诶，物件赶紧来行，别来这熬半段，甲你做伙去啊！